好的，我们现场看到是辣妹带来金泽乐舞的表演，是给他们掌声鼓励一下。我们说台上10分钟，台下10年功，我们辣妹带来精彩的表演，也希望大家给他们掌声鼓励哦。 都不用也好，一人就两，想当兄妹，满眼光芒。小小口味。